大家好，歡迎收看呢節嘅即時攻略，我係林子彤。咁呢個環節咧，請嚟 Arno 咧同迪卡 Arno 你好，係子彤你好。我都提下大家啦，有任何股票上問題，可以打嚟2804666，問下你專家意見，或者將問題電郵去到 ask@bhchannel.com 或者 WhatsApp 到91571428俾我哋。咁啊 ，Facebook 上面咧都繼續做緊直播啦，大家可以幫我哋咧同埋 share 條片，有問題咧留下留 comment， 會盡快解答大家。咁上嚟搞望望港股最新走勢，恆指升幅擴大，暫時咧升緊398點，23634點，國企指數升翻120點上嚟，升幅超過1%啊嚇，咁啊暫時仲。9611點，大市成交500多億。你同 Arno 先講下大市先啦。嗱，今朝早咧個市就似乎冇乜力上，但係下晝翻嚟咧個即係升勢咧又即係持續翻咯喎啊嘛。暫時咧穿埋23500添，企到去23600呢啲咁嘅位置。但係如果你睇翻咧恆指幅圖咧，即係過往幾次咧係咪去到呢啲位咧就？即係我擔心係會唔會頂住，或者即係嚟緊啦，即係再上嘅空間唔會話真係有太多。當然其實因為由低位都反彈咗成差唔多接近2000多點啦，就嚟夠3000，多500多點到3000點啦。咁你講緊當然講緊上網嘅空間就越嚟越細嘅，咁但係留意翻。我哋都唔敢肯定話個反彈結束啦，我話唔好估底，但你亦都順住個 flow 去先。咁而家炒啲咩？嗱，呢輪跌市個主要原因都係兩大原因嘅啫，嚟嚟去去，相信未來都係嘅。關注疫情同埋關注油價下跌嗰兩個風險喺度。而家兩個風險啦，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個改善跡象喺度。又譬如講緊今日外圍升啲咩啦，其實港股都係跟外圍升嘅啫。外圍升啲咩就係憧憬翻就係歐美啲國家。疫情比較嚴峻的地方，開始啲死亡數字啊、確診數字有個放緩勢勢啦。但係留意翻呢個主要係集中係意大利，即係講爆發相對地比較頭嘅一啲嘅國家，咁開始有啲放緩情況喺度啦。大家又會憧憬翻，可能近期爆得比較犀利嘅嗰啲嘅西班牙啊、美國啊，開始未緊過多可能一個禮拜啦，或者過多幾日，啲數字都會有個放緩趨勢，大家就憧憬呢一樣嘅。咁甚至意大利政府都開始研究緊你點樣去。即係俾翻啲人出街，回復翻啲經濟活動，呢啲市場焦點嚟嘅。咁但係其實我都係審慎嘅，我唔會睇得太過樂觀。原因就係你留意翻，譬如講緊佢哋點樣去恢復翻個經濟活動啦，前景好唔明朗嘅。你講緊譬如講緊意大利上面，而家考慮緊就係俾啲有抗體嘅人可能出翻街先。但係問題就係講緊呢啲抗體，其實好多醫學嘅專家都話啦，有抗體代唔代表之後冇事啦？呢啲未知之數嚟嘅，可能會有第二波。有第三波咁樣，好似你香港啊、內地都係啦，隔一段時間冇事嘅，跟住又有第二波等等。一恢復翻個經濟活動啦，就有個問題喺度啦。咁所以你講緊而家個問題都係講緊疫情同埋個經濟活動啦，就始終講緊係相輔相成嘅。你要有經濟活動，個疫情就好難搞。你控制到個疫情，你個經濟活動就要犧牲。呢個暫時個 equation 係好似係睇到咁。咁所以你未來嚟講，疫情方面最擔心就係個經濟活動狀況啦。咁當然你係可能。港股歐美的影響性不大，但內地其實一樣都是嚴峻的。如果你講緊製造業，的確你看個 PMI 數字上面顯示緊，好過預期的，但是正如之前上個禮拜都講緊啦，三月份梗係好過二月份啦。嚟緊未來能唔能夠繼續長遠有個穩定情況下去，呢個係值得關注。但係呢個其實好老實，製造業呢一刻個情況都叫做比較 OK，因為你講海外有好多歐美國家。可能真係好需求好多好多物資上面嘅短缺，咁導致到講緊喺新興市場上面嘅一啲嘅製造業啦，可能有啲好普通嘅衣褲鞋襪啊，或者甚至你醫療用品唔使講添啦，個整體需求係非常非常之強嘅，有好多日用品處一個需缺口狀況喺度，咁所以導致到製造業啦，可能未仲有一定嘅訂單喺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講緊。服務業先是一個最大的挑戰，正如剛才所說，就是說始終你一旦復工，一旦恢復個經濟活動，讓人出去有個正常社交 運動狀況，出 出去飲食啊等等，飲食要復工，那你會不會造成第二波感染啊，或者第二波爆發啊，這個最大風險來的。所以疫情上面暫時說仍然不是太過樂觀，接下來未來關注大家看的經濟狀況，就是除了看以往傳統，可能你是看製造業的，相對地更加關注就係個服務業狀況，而家唔樂觀嘅。咁另一方面就係講緊個石油減價戰，就係傳緊。本來講緊今日就俄羅斯同埋油組上面，可能本身都已經開一個視像會，而家講緊都傾唔係好掂，壓到星期四。咁但係當然講緊你起碼唔取消，大家會覺得係即係至多都係唔係今日，可能去到星期四一，仲係普遍樂觀。咁所以短線我覺得仲 keep 到反彈勢頭嘅。咁但係你話彈得多到邊？就算俾你破到之前個高位計啦。成日都講緊呢輪就博佢反彈0.382，上到24200左右。咁我就未必建議就睇曬成個0.382啦。
咁如果你係彈到上去24000呢啲位置，你衝貨嘅，可以即係減持。而家其實市況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盡量去做，用盡一切嘅方法降低翻自己個風險。嗯，做好風險管理係最重要嘅。後市未必太過悲觀，但係呢一刻審慎啲，做好風險管理，你面對住市況波動可以承擔到會好少少。所以第一方面就係講，如果你重貨嘅啦，上到24000呢啲位置，開始考慮減一減持先，嗯，再彈上去先至考慮仲需唔需要入翻先。係呢啲風險搏唔過嘅。咁，okay，另一方面就係咁樣買嘢方面，盡量分散投資啦。你，嗯，如果你而家有幾散打得幾散，這個會相對比較好。因為正如啱所講，就算入市都好，都以分散為主，因為始終講緊你風險真係好多嘅，可能有啲本身受惠嘅強勢嘅已經升咗好多，相反你之後市況一轉㗎，你追嗰啲有可能會蝕灼翻。咁即係你而家唯一做嘅就係建議你入市都好啦，盡量去打散翻個投資部署上面，咁做翻到個分散投資，純粹總之個最終目的都係盡量降低翻自己個承受風險能力㗎。講下講下個市越升越急啊嚇啊嘛，升緊470點，23700啊去到。如果係咁樣嘅話咧，頭先你話即係望到24000左右啦，大家要開始減持嘅時候，如果做一啲指數上嘅部署咧，幾時開 put 係比較，或者開啲淡倉會比較好啲？嗱，淡倉嘅話，其實你就係講緊可能以翻24300、24400，你真係彈多個0.382啦。嗯，咁就要止蝕嘅。咁我覺得就可能你而家始終個反彈勢頭叫做 so far so good 啦。你可能咪24000咗呢啲位置，可能開啲淡倉，你搏佢彈到0.382左右，跟住可能有機會就係油組同埋講緊俄羅斯嗰啲傾唔成，又或者個疫情上面就講緊都係仍然受唔到控制，或者嗰啲可能歐美有更加多嘅國家出現一啲財政問題啊等等，你係搏呢啲風險因素出嚟嘅。咁但係好老實咁講，真係搏嘅啫。而家純粹你買 call put， 你真係純粹指數做方向嘅。嗯。好老實咁講，同賭博性質就冇乜分別。嗯。咁當然我都明嘅。市況而家咁波動，日日都炒。咁呢個 opportunity 可能喺度。咁我唯一建議就係講做好風險管理啦。譬如講緊止蝕位 set 係先諗個止蝕位先嘅，止蝕位係喺24000，即係唔可以多過0.382先啦。我會覺得。咁，所以就24200就係0.382，咁可能多過嘅。去到24300、24400，考慮止蝕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呢一刻買做淡倉嘅話，可能你要再俾人夾多成300-400點咗，700多點先止蝕嘅話，就唔係太過直博嘅。嗯。咁就可能即係喺24000樓上呢啲位置先至開淡倉。嗯。咁但係當然講，如果24000嗰陣時升得好急嘅，或者講緊疫情啊、油價嗰啲因素有啲好大嘅變化，咁就唔建議咁做啦。咁但係如果你冇咩特別消息嘅，咁你咪去到嗰啲位置24000樓上，以翻24400咗呢啲水平做止蝕咁樣去開淡倉。嗯，好啊，咁啊，暫時嚟講都唔建議太急啊嚇。而家23700嘅水平，升緊挨近500點，期指咧升緊564點嘅。不如帶下問題先啊。有啲朋友咧，呢排都多人問美股啊嚇，買咗咧納指一隻正向2倍嘅 ETF 啊，7261。短線反彈目標可以去到幾多？暫時升緊7%啊。其實美股近期嚟講個反彈勢頭都叫做比較細利嘅。咁我覺得就去到咩嘅位置啦？其實同港股一樣，我哋好難去衡量範嘅。特別美國嗰個救市力度，大家市場上面睇法就叫做比較積極啦。咁今日你見到其實喺亞洲時段，道指期貨就講緊同埋標普500期貨都升4%左右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覺得有一定利潤喺手啦，其實我建議鎖定利潤線嘅，因為你講緊美國個經濟狀況，我覺得其實真係唔樂觀。正如啱所講，就係始終個服務業面臨嘅挑戰好大。你上個禮拜見到個失業率都升到去4.4%。咁所以如果你係有貨嘅，又有利潤喺手嘅，我建議而家起碼沽一半先，你鎖定部分嘅利潤，跟住先再繼續睇翻落去，睇住啲消息上面啦。咁你係暫時冇逆轉嘅，可以繼續向上望。咁但係始終我都係審慎啲，我會建議就可能分住咁沽嘅。呢位朋友可以參考Arnold嘅意見啊。再講埋咧，其實真係去到四月份啦，其實本身傳統應該都就嚟會有好多即係企業會出個業績，擔唔擔心啲企業業績啦，會成為即係拖大市後腿嘅其中一個因素咧？其實講緊四月份都幾得意唔同嘅，其實傳統港股四月份唔算係一啲太差嘅表現嚟嘅。原因就三月份出現好多業績。咁其實so far個港股或者香港個經濟或者內地個經濟狀況啊，都唔係話特別差。好多時出現業績，好少你話出現業績期之後話跌得好犀利。永遠呢啲情況通常就係海嘯啊，有啲突然件事件上面先發生嘅啫。咁所以咧，以往四月份都係一個傳統比較好嘅月份啦。但係你話狀況有啲唔同，就係講緊第一方面，今次係面對住疫情啦，將所有嘢可能完全扭曲曬唔同嘅。以往嘅譬如你統計學嚟講，可能今年嗰啲好多 data
都是一些勾拉的，即是講緊係唔可以作準則的，所以你要小心翻啲。咁你至於業績方面啦，第一方面業績反映緊上年第四季的狀況，應該我哋參考翻有些公布了業績的出嚟，就見到又不會話差過業績好多嘅。但是四月份有個狀況就係咁，有些公司能唔能夠預期咁出翻業績啦？呢個就係關鍵。咁而最重要就係我覺得嚟緊未來有啲咩留意啦。可以留意翻啲內房啦、汽車啦，公布嗰啲銷售數據。因為我哋見到三月份製造業啊或者服務業個 PMI 好過市場預期，但係其實裡面當中咧最影響性最大都係講緊離唔開汽車銷售，同埋講緊係房地產銷售嘅。內房有啲公布咗數據，OK 嘅，唔會話好差好差。但係汽車方面就真係唔樂觀啦。咁如果你都係顯示到啲汽車個銷售壓力係比上中大嘅啦，其實都係反映緊啲咩？內需方面咧，你係過往一啲好嘅固然冇問題，內房一直以嚟啲銷售都 OK， 啲體育用品股嗰啲銷售 OK， 呢啲唔會擔心嘅。但最擔心都係講緊一啲本身銷售比較疲，好似汽車呢啲啦。如果你一旦都仍然係比較弱嘅情況下，冇一個反彈力度喺度啦，咁都係衍生緊內地其實個經濟狀況有個比較大嘅挑戰啦。咁大家對後市嚟講就要再加倍小心啦。講埋啲即係體育用品股啊，安踏咧今日曾經即係再跌好多落嚟啊嘛，暫時都係跑輸大市，跌緊2.5%。今日最低咧穿過埋50蚊呢啲咁嘅水平，即係李寧啦，暫時都係跑輸大市啊，偏軟少少。啲體育用品股點睇？因為之前即係上個禮拜五應該再跌咗一啲落嚟。咁又咁講啦，安踏雖然你話跌得比較犀利，咁但係之前低位反彈45蚊。彈到60蚊咁升咗30%啦。咁你講緊而家講緊個股市，我哋都見到恆指每日都閒閒地500-600點波幅。咁你話而家近期少咗嘅，咁但係咧股份方面仍然會相對地比較波動。咁如果你睇翻無論係李寧啦，或者安踏個圖表上面啦，又起碼冇跌穿三月份個底位。咁所以咧呢啲位置相反地，我覺得你話如果之前冇買嘅，你本身對體育用品都有個興趣嘅，開始去考慮，我覺得都 OK。咁但係好老實咁講，體育用品啦，其實你諗深一層，都係一啲傳統嘅消費，之前講緊一啲典型服務業嗰啲消費股份。咁你話內地而家開始准許翻啲人有啲社交活動啦，開始慢慢咁復甦翻啦。咁你話遲早有啲體育用品股都有機會復甦翻。咁但係個問題就是，我覺得不妨睇定啲先啦。因為講緊內地嗰啲，譬如 CBA 賽事，係咪真係四月能夠如期去開打翻啦？咁我覺得就暫時睇係機會大嘅。但係咧個銷量啊，係咪真係馬上能夠好轉啦？我覺得未必。但係咧，如果譬如李寧20蚊留下，安踏50蚊留下，開始分住吸納啦，都 OK 嘅。但係當然講緊睇下你個資金狀況啦。資金最穩就分散投資，譬如你就睇好體育用品板塊，你咪李寧安踏兩隻都買咯。你相對地做到個分散投資，始終都係諗盡一切嘅辦法，盡量降低翻個風險啦。雖然走勢係一樣，咁但係你話講緊如果做到就當然可以去做啦。咁但係當然唔係將所有資金集中喺個體育用品板塊上面。你嚟緊未來入市啦，都盡量建議買翻唔同 sector。體育用品股就係講緊受惠個復工概念嘅。你講緊而家所謂嘅復工已經唔係淨係講製造業，相反地服務業嘅復工啦，呢個先係一個最關鍵。咁你話兩隻比較上嚟，李寧不嬲都話緊降緊薪率都比較好，所以你話講緊，我覺得如果你係能夠再落多少少，譬如你零20蚊留下，或者安踏50蚊留下呢啲位置啊，開始分住吸納啦，都可以係考慮之一嚟嘅。好啊，答到家庭觀眾問題啦，吳生喺電話旁邊嘅，吳生你好 ，Hello， 吳生，點啊？係你好啊，想問咩股份啊？我而家喺雞行緊。哦，你係咪有股票想問啊？你今日用匯豐啊？匯豐點樣點樣？買唔買得過啊？仲諗住買匯豐啊？而家38.9咪彈翻2% 上嚟，但係又唔派息，個基本面又唔好喎，仲買啊？而家嗱，我諗買得過呢個都好難用買得過呢種啦。即係講緊我哋都諗唔到啲咩特別因素話要睇好匯豐。你諗住中係中意銀行嘅？你買啲內銀股，又或者恒生銀行都會比匯豐好，係跌得好低殘嘅。但低殘背後有啲營業因素出曬嚟啦。嗱，好多時候股票市場係咁嘅，啲負面因素出曬嚟，咁佢可能真係見咗底，咁會唔會殺個可能性喺度？因為匯豐個估值真係好低殘。咁但係我就唔建議你啲位置買啦。始終你投資角度上面有陣時唔係投資就唔係講緊佢估底，去摸頂啊，或者係防估頂等等，相反地係睇個趨勢嘅。而家其實銀行股，你首先要留意翻就係講緊買銀行股個風險啦，係非常之高嘅。因為銀行股現階段基本上你喺唔同嘅國家都係類似有個責任咁樣，
要去幫手共同咁樣去共度困難，嗯，要去救經濟等等。其實匯控你歸根究底，點解唔派息？點解英倫銀行咁唔想你派息？就是希望呢啲銀行有多啲嘅資本啦，去救翻當地個經濟。嗯，你睇翻英國嗰個譬如消費信心指數跌得好誇張嘅，你唔排除就係講緊英倫銀行或者英國政府係要求翻呢啲銀行做多啲相關貸款。去幫翻個經濟，嗱呢方面雙面印嚟嘅有好有壞。嗯，如果個疫情控制到個經濟有起色嘅話，咁佢哋當然能夠受惠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個疫情一面倒嘅，仲係差嘅，佢哋甚至面對更多嘅壞帳等等。咁，所以咧，銀行股就暫時嚟講係屬於一個高風險嘅板塊。你真係唔好諗住安全嘅，咁問翻自己係咪真係有興趣買啦？咁，嗯，如果從投資角度上面咁啦，銀行股暫時講我哋嘅建議係不宜接受嘅。好，另外咧有位朋友咧就係，是，想問一下388喎，咁啊聽聽個電話先啊，胡小姐你好，係兩位主持好，係啊，三百八有冇有貨啊？啊是啊，阿茂你好啊，好，我想问一下咧，388度未有货，我想问一下，好多年前我买咗一只1375，就成100蚊买，而家跌翻1蚊，甚至今日仲穿埋添。我想问一下，估到佢买翻只388好，定系买翻只788好咧？系咪今日？今日呢個價位換咗佢咧，好啊，好好，問下阿羅個意見先啦。嗱，跌咗咁多，心淡啦，要沽，但係咧啲錢又想擺落第二隻度，388同788兩個唔同板塊，點揀好咧？今日啲即係 5G 相關咧，如果睇翻啲中資電信股嗰啲，其實都升得唔錯，鐵塔升1.7%左右啦，跑輸大市少少。港交所啦，呢排成交縮翻啲嘅，但如果疫情過後，但係又有個憧憬，就係嗰啲IPO 可以翻翻嚟上市，點睇啊？呢兩隻嗱，IPO 方面都係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因素。係短期嚟講，我覺得個 IPO 市場唔會話特別活躍嘅。嗯，甚至有消息傳緊騰訊只微醫都講緊，可能有啲大行冇興趣啦。係係係。咁我覺得就港交所，我覺得嚟緊未來都係講緊可能120蚊至到260蚊呢啲位置上落嘅啫。嗯。咁你話呢啲位置買走，唔係太吸引嘅。中州證券就比較尷尬的呢個 case，第一方面跌得比較低殘，第二方面論估值佢又真係唔平，如果你話純粹用換馬部署嘅話，咁我覺得就雖然之前建議係分散投資啦，咁但係如果你本身係放咗落去一啲比較低殘，或者係都唔係市場主流，我諗你話未來就算 A 股嘅市況環球股市好翻啦，要炒到一啲細只嘅券商股啦，唔容易嘅，你睇佢就算而家跌到落1蚊。但個市盈率都講緊成差唔多講緊係70倍 PE 咁計啦，我就戒心比較重，換馬部署 OK。咁最後講緊鐵塔呢啲電信行業，不嬲都講緊係屬於一啲防守性啊比較穩健嘅投資啦。我覺得而家落到去1.7呢啲位置去追啦，就唔係太過吸引嘅，因為由低位反彈咗唔少。但如果有機會落翻到0.6呢啲水平都可以去買。咁所以如果換馬部署 OK 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鐵塔啊、港交所呢啲。都是盡量抱一個心態，後低啲先買，我就覺得不需要呢一刻選擇去高追咯。好啊，期指而家升600點咯，差唔多去到23,800呢啲水平啊嚇。好啊，咁啊呢節咧同 Anno 傾到咁多先咯，都講咗唔同嘅股份啦，有冇持有呢？都冇持有嘅。好啊，唔該曬 Anno 咁詳細分析啦，咁啊最後翻嚟仲有其他嘅直播環節，轉頭翻再見。